现场是有穿救生衣的，他们在进行的是飘飘河的一个水上体验活动。那他，我们发现他的地点是在花莲溪中心桥下游的2公里处发现他的。将针对相关的一个户外体验公司还有相关人员做调查，如果发现不法，我们将会依照过失致死，予以送法办。